好，最后一步第六步，也就是说你在转的时候把底面转好的，那最后只剩一个地方，就是四周面的上层的中间，看，就是白色、绿色、黄色，也就是说你从这边看的话，白色要到这边，绿色要到这边，黄色要到这边，那你就用公式，而且刚好请一个公式两个组合起来，就是把它每一步最后一个都反过来转90度。 OK， 公式哈。这样六面就完成了。